以前你终于来了。对呀、啊，我跋山涉水，就是一定要把这个东西带来给你。我真的是无以回报。快别这么说，我才无以回报。这个东西非常特别哦，我一看到就知道这个地球上只有你一个人适合。真的假的？是什么东西？我好期待、啊。是，你一定要好好珍惜。嗯。哇。什么？你有病是不是啊？早上六点，荒郊野外，啊！你赶紧别叫外送，你是 OK 哦？哎，大家听好哦，乐天桃园啦啦队队长吴以轩，这种所在，这种时间，你叫外送 OK 的家啦！啊，用心啦，来评评理啦！哎呦喂！我喝杯凉茶好不好，消消气。以轩，那是因为你，是那别人的话，我老早都那跑到哪里去了？啊，因为你感觉好了。对啊，但是我还是要跟你讲哈、哦，外送人员很辛苦。对，大清早啦，荒郊野外就不要再叫外送。对呀、啊。嗯，这凉茶不错。对，但可惜没有东西配，不然我们叫个外送好了。你死了，我说不要叫外送啊！外送人不是人啊，这是要告诉大家哦，真的要体恤外送人员的辛苦了。没错。对啊，我跟你讲哦，我来有礼物要给你的。哇！这个节目呢，就是礼物大接力，把爱传下去。对。啊，上一集呢，我跟玉涵呢就联手完成了一个礼物。嗯、啊，碰巧呢，再没多久就是你妈妈的生日了。是。好、哦，这个好适合她。来来来来。哎、欸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这个厉害了，它是 哇, 哇法式的糕点。哇，这是玉涵哥亲手做的吗？跟玉涵联手做的，哦、对，所以上面有浓浓的韩味，就是了。对。记得跟你妈妈讲说，玉涵哥那个真心的祝福她生日快乐。好棒的礼物、哦。对啊，其实说真的，如果我们早点认识的话，你妈妈也就是我妈妈了。真的假的？对啊。对啊还好我们认识蛮晚的。来，这个礼物给你哈、哦，谢谢。那我们这个节目精神就是这样，我送礼物给你，那你要陪我一起呢，我们来完成要送给下一个人的礼物。哦，好，嗯、没问题啊。啊，这里荒郊野外，我看是没局啦。我们下山。没有啦，没有啦，玉林哥，我跟你讲、嗯，这里是军事迷的集散地，这里有很多地方可以玩，嗯、可以作战。作战！宇轩，玉林哥撑住啊，玉林哥。你看，我是不行了，你不要管我了。啊，不行。别说了，别说了。你要干嘛？宇轩、啊，这个东西你可以帮我忙吗？帮你什么忙？是拿给你家人吗？你首先伸出来。好。这个东西。你干嘛？宇轩，我们在战场上命都快没了，一定要找个人赶快繁衍后代，为自己留后。又在幻想。哎、欸，你听得到我内心的声音吗？对啊。啊，我们到底要干嘛？我们这边呢有一个教练，阿命教练，命教练好，就是哎、欸，他自我介绍很特别哦。是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命。那我们这边呢有主要呢有四大项活动，弓箭、镭射枪、气弹枪，还有我们的类增枪。类增枪，类增枪哦，它其实就是我们外面常见的 BB 枪，它跟我们的真枪呢用起来是很像，重量很接近吗？对，非常的接近，来来看哦，差不多三公斤左右。哎，真的可以发射吗？可以，哦，可以发射。有子弹吗？箱里面没有子弹，安全为主啊。因为前面那个拿洞的吓一跳啊。没有子弹，我稍微有点危险哦，我就没有准备。女生拿枪有一种特殊的一种性感。好、啊，对呀、啊，你拿枪走秀，他专门 Guns and Rose 枪与玫瑰 ，Let's go。哦哦哦，哎呦哎呦哎呦，哦，你看差不多了，拢好你啦！不要帮我配音嘛！可爱可爱，他是你的菜吗？哎、欸，他竟然给我迟疑耶，玉林哥。很多人常玩，对，打到会痛死人的那一种。他打到大概就是 OK 这样子，哎、欸，那个必然 OK 哦，哦，一定 OK 的，嗯、我开枪喽，来开枪开枪，哦哦哦，很大，它威力是很大，所以这前面是有空气的，对，它是二氧化碳，那我手放这边会痛吗？干打会痛吗？不会，真的吗？真的不会痛，啊、
有感觉而已，就是气的感觉。对呀，但我们要小心好，那小朋友不要乱碰。对，这是非常危险。是我们的雷射枪。哦，所以打到不会怎样，但是真的会有感应器。对，被打到会哔哔叫吗？会，怎么震动一下？你弄它看看，按你模拟震动样子。好，你再看一个，震动。啊、他们正常被枪打到也是这样啊，对啊，不会啊，不要那么夸张啊，他会震一下，震一下而已。你嫌他夸张，你最夸张了，他夸张，来震动，好像哦，来震动。我们的这种训练功还是蛮危险的，我们它的箭头是，它的很尖哦，这个还是能伤人的，对，可以伤人，所以真的要拿来当武器是可以的。对，但是好像没那么适合我们呢，因为我们就两个人，然后我们这样子互射。也不知道干嘛，这个也都算是野战场啊。没有错，没有错，哎，这是野战场、啊，有那个野炮场啊，野炮场，打野炮了，这有点亮。军事演习那个啊，有没有碰碰那个啊？见不得我好，你怎么回事啊？哎，只有印两张，印两张，麻烦你帮我们一下。我怎么一定要我？等一下呢，让教练来教我们一下，怎么样可以射他这么准？可以像你射那么准？我射什么最准？你知道吗？我射闹钟最准。哎，我射闹钟射到闹钟都怀孕了。真的假的？哇！啊，等一下叫我们射箭，好，没问题，每个都要成为神射手。好，没问题，好不好？装备非常的齐全。对。这是什么呢？这是什么？这个呢是保护各位的手臂的道具，啊、像这样子扎起来。哦，交给第一个就你好了。接下来教你们两位如何使用这个。我们要侧面。哦，哎，那这蛮有态度的。这个箭呢，哦，它是钢头的哦。钢头。可以穿透。有用乌龟做的吗？好来。看一下我们红色呢，请你朝着自己这个方向。我们用我们的三根手指头，哦，三根手指头。好。拉住。一、二。大力的向后拉，能拉躲开就躲开吗？对，没错，拉到下巴是最漂亮的。拉到下巴，对，拉我这个位置。哦，那我们记得手不要太直哦，太直这样子啪，哦，会打到自己的手。危险了哦。OK， 哦，这样就可以过射击了。嗯，好，那我放箭了。好，射吧。好，这样出去太高了，那代表怎么做调整呢？很简单，把我往下调就可以了。哦，一样，稍微低一点点。再做射击，好像太低。接下来取一个中间值。你到底要射几箭才射得到？能告诉我没有？佳丽，你好像都没有射到。瞄准月亮，就算错失了，也会落在星辰之间。生命就像洪水奔流，没有遇到岛屿暗礁，就难以激起美丽的浪花。胯下！哎，你知道什么社团？一 Google 就会兴奋，就会高潮。啊，不知道哎。茶道社。茶道。哎，茶道了。什么色彩一碰面就会高潮？一碰啊，一碰面，一碰面哦，一看到，变到色，哎，还有一碰到胸部就会高潮的也有，叫什么？柔道色。这好像在帮阿公量血压。现在政府在推广长照。阿明，这样没错吧？哎，没有错，这样就对了。那这一条呢？啊，手臂比较细啊。对呀、啊，稍微粘住就可以了。它是粘住就可以吗？要穿过去吗？不用。哦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你手真的很细呢。我好希望这课永远停止。不要再看喽，赶快到右下角开启小铃铛，订阅威廉省欢乐颂。来，记得哦，红色的靠自己哈、哦。好。如果好了，我们就可以大力把弓往后拉来做射击了。好，我这样对吗？我这样可以哈，可以，很标准，可以哈，可以，没问题。来来，宇轩你先射好了，啊、我随后就来。太小力了，还行啦，我要射喽，再大力一点，再大力一点，再大力一点，弄好你啦！啊，我射去哪里了？我怎么在下面？我射啊，那我等一下要瞄高一点。对，我们等一下瞄高一点。今天的任务就是至少要射到板子啊，没射到板子不能回家。佳丽，我有一个问题，我们是太小力了吗？如果力气不够大，没有关系，我们可以说把弓往上抬，往上一点就对了。刚射那个小便箭，对，
再大力一点，再大力一点。刚才刚你那箭是尿道结石。这样是太高了。哦，又变太高了。大力一点，大力一点，大力一点。来了。来了。哦，有了，哦，有了，有了，咚一声 ，ONG ONG ONG， 真的屌，真的屌，对呀，哎，你看吧，哎，天生射箭的奇才，不错，从小没什么专长，就是会射，好屌，对呀。哎，以轩啊，因为我不能再射了，我要 hold 住这个美好的感觉。你一天只能射一次。我没啊，那嫌弃我被那歪对了。对，那我的意思是说，你射第一次就很准了，不用再射后面。OK。好，我要射，我要射。来来，要射射射射。你说拉到最开吗？有用、可以哦，可以哦。吃奶力气，对。啊，你怎么发出这种娇嗔？大力。好，那我要射了。对啊，都是贵族啊，日本也是。哇！刚刚那声音有收到哈？哎，不是爆一声那个声音。我跟他比赛好不好？好，没问题啊，因为他运动神经非常发达。嗯，好，那我赢在经验丰富啊。我在射的时候，他还在吃棒棒糖，就一人一箭。好，你输的话就被我亲一下，啊，你赢的话就亲我一下。都是你觉得好。我跟你讲啊，你这间没射到，不是你一个人输哦，是全乐天桃园都输哦。好，要这样。对，要这样。代表全队。对，就是你啦。好，因为大家也都只看你，不是吗？没有啦。长大的，哎呀，不要这么谦虚啦。对啦，拉到嘴巴这嘛。对对对。哦。I am Robin Hood。来了，射！好了，今天给我们表现几分？满分10分的话，不错。9.99。啊！但是不仅如此，我们来更高难度一点。曾志伟那么高，这一趴我跟以轩要对抗比赛。好、okay ，我找到一个你相当熟悉的道具。什么道具？你一看到就会有感。啊？什么？这是啥？好棒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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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来，这个要干嘛？你知道吗？要干嘛？我们两个比哦，他比有一个安全弓箭。阿明，我来。好，一在逃哈，一在逃，前面逃的怎么样？哦，泡棉头了。泡棉头。嗯，泡棉头。对，我们就原地转10圈。他转完10圈以后头晕了，对不对？赶快去拿箭。好，等一下那轮在上面会站一个人，然后看谁最快射中那个人。那我先站好了。好，你先站，我先射。好 ，OK。好，可是我射完就会想睡觉了。你先射。还是我先射，你先射啊，对，你体力比较好。你不要故意那个瞄准重要部位，来啊，转10圈 ，Ready Go。最后一圈，十，哎，那累了，啊，都还没射就先睡。好，时间一分一秒在流逝，哎，哎呀哎呀，等下可能比那更严重，哎，我在哪里？哎，我你吗？哎，你不要瞄我的头啦，哎，颈部一下，颈部一下，太怪了，太怪了，哎，我发现不对，我应该保护我的头部才对。啊！啊！哎呦喂！我还说要保护头部，对不起，没想到我防得了正面，防不了侧面，而且还蛮准的。哎，你有搞搞哦，直接从这样子命中啦。哎，刚刚他几秒？刚刚他25秒。啊，这么快就射中了？哎呀，25秒。好，来哦，转10圈 ，Ready Go。一、二，我们太慢了。可以，没关系，你照你自己的速度。
实对他来说，他也很卖命的。快点，快点，你要做效果。玉哥，玉哥，你们这边真的不行啦。哦，哎，整个去哪里？整个天旋地转。去哪里？哦，来。哎、欸，他真的很晕呐、啊，宇轩。啊，哪里？好可怕，我要哪里啊？啊，把骗了，啊，把骗了，骗了，赶快！啊，好可怕！我心里差点，宇哥，你不要心软，快点！呀，我知道，因为他侧面呐、啊。侧面放我更小，正面，正面。哎，也奇怪。好紧张哦，你赶快收到我啦！莫忘中初，初中啦、啊，别忘记我们射箭的那种热情。你不能闪箭啊，你闪我要射到什么时候啦、啊、对呀、啊、好嘞，我再重新抓一下距离。嗯我刚几秒，刚一分半。你很久很久，我也应该也很尽力了，很厉害了、嗯、很尽力。这样好了啦，我们这个节目哈、哦、你应该也知道干嘛？哦，对，哎呀，小心一点，小心一点哈。那我们是这样啊，礼物大接力，把爱传下去。所以呢，我们那个下一集呢会有有缘人。我看你这个弓箭不错，那这个就送给我啦。这有点难度啊，三百啦，对不对？也不是我要拿，是我要送给下一个来宾啊。没关系，我帮各位准备了其他的礼物哦。看一下，在哪里？看一下哦，就是刚刚的把，非常有诚意，我非常有诚意。对呀、啊，可以贴在办公室呢，可以很舒压。啊，给人家射飞镖，就是走一走，今天被老板骂，哎、欸，你自己啊这样。哦，那个泄恨，舒压，没错，舒压小物，舒压用。来，嗯，礼物啊，好，宇轩帮我放好。哎、欸，今天就辛苦你啦，谢谢你啦。不会。好，我要赶往下一站去了。好 ，OK， 好，寻找下一个有缘人。好 ，See you， 拜拜 ，Let's go，OK、okay。拜拜。那你帮我好了，我的外套好大。能自这样弄吗？没有，今天不是手臂上，手臂上。味道很麻烦的，味道脱掉。哎，你人家人民众的呼吁，对不对？旁边李那个李明都希望你外套脱掉。哎呀。他拍那个细微的抖动，弓箭啊，弓箭细微的抖动，哎，对。可以放了吗？对呀、啊。好变态哦！好，怎么变态？射箭那么高尚的事情，在英国这个都是贵族在从事的工作。哦，真的、哦？对，对不对？每周五晚间九点，就在 YouTube 频道，记得订阅并开启小铃铛，威廉省欢乐颂等你哦 ，Good job！